Hello， 大家好，我是 Naloco 品牌教育训练主任凯君。秋冬的肌肤保养关键就在于保湿。以往的这个我们的保养概念哦，就是会先用像是化妆水，然后呢，我们再用精华液，接着我们才用这个乳液来做锁水的动作。但是其实我们透过实验发现到，这样子的方法哦，其实没有办法明显的让所有的保养品快速的吸收到肌肤的底层，它通常会是浮在表面的，你会感觉到黏腻的感受。那么针对这样子的状况，牛尔老师就特别设计了一个秋冬保养的好方法，叫做牛尔3+1超渗透美容方法。那今天呢，我示范的这个护肤品呢，就是牛尔老师最新研发的一款护肤系列，叫做鲁冰花冻龄青春系列。那我现在用的这个很受欢迎的化妆水，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性的玻尿酸，还有多糖体，它可以迅速的把这个有效的水分都充分的补充在我们的肌肤表面上哦。那么做完这个擦拭的动作之后，紧接着我们做轻拍。这个轻拍的方式呢，就是在激活我们的这个肌肤的细胞哦，让我们的细胞的血液循环快速。我们要开始做安抚的动作，我们要用这个化妆棉再做一次轻压，让这些有效的成分都能够彻底的被肌肤吸收。那我现在就要来用这个鲁冰花冻龄青春系列的乳液。那为什么我们要先用乳液之后才用精华液呢？是因为这个乳液当中我搭载了一个乳化的科技，叫做这个微射流的制作技术哦，就可以把这个乳液的分子打到像纳米一样的细致，所以呢，涂抹瞬间你就能够发现到这些有效的成分能够立即的被肌肤所吸收了。那么接着呢，我们擦完乳液之后呢，我们就要来擦这个精华液了哈。它可以敞开我们的肌肤的渠道，让这个后续的有效的养分都能够彻底的吸收。那我们的用量大概是两颗黄豆大小，使用全脸。我们均匀擦拭了之后呢，手上还沾有少许的这个美容液，我们就可以在手上做温热的动作。那这个可以加速它后续的这个吸收的能力更加分哦。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请你用手掌包覆住，由下往上帮肌肤做拉提。那经过按摩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哦，肌肤变得非常的细致，这边的肌肉的纹理就会明显的比较往上紧提了。建议大家哦，在这个最后一个步骤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霜类的护肤品，它就具有保湿、锁水，还有修护细纹的这个功能。那我用的量呢，一样是两颗黄豆的大小哦。那我们在用的时候呢，一样由下往上的方式，先把它均匀的涂抹开来。你们看到，慢慢的它就很快的就吸收了。那刚刚呢，已经为大家示范了这个牛尔老师所设计的秋冬保养方法。透过这样的方法之后，肌肤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提升保湿度？我们来测试一下还没使用的这个护肤品的肌肤呢，它的保湿能力是多少？哦，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显示的是33%的含水度。另外一边，使用过牛尔老师3+1的超渗透美容方法之后的保水度是多少呢？提升到46%哦，所以呢，的确是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肌肤的保水能力，而且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肌肤的光泽度到现在都还是非常清楚的哦。那接着呢，我们来测试一下使用护肤品之后它的肌肤清爽度到底表现如何呢？我们直接贴在脸上，那我们把它拿起来，看到近看都可以哦，它是非常清爽的，表示呢，透过刚刚的这个微射流的科技哦，可以让所有的养分彻底的都吸收到肌肤的底层。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 Naloco 秋冬保养方法。所以大家看到了之后，还想要使用以前的保养方式，或者是也想要试试看牛尔老师为大家所设计的3+1超渗透美容法呢？